老伯伯好，卢太长好，你好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俊宏台长，我是1949年属牛，属牛是吧？哎，49年属牛，你想看什我么？看身体部位。哦，看一下啊，老伯伯你要当心啊，你的血凝度特别高。血凝度啊，啊，血很凝度，高，所以你很容易手发麻。嗯，我讲的对不对呀？对，老婆婆，你要记住，你很容易中风的，明白了吗？你啊。的经常脚啊会冰凉，而且呢胸闷气急，听懂了吗？我关键就是。2017年的时候，车子撞了，车子撞过了啊！你看，现在就是一个眼睛不太好，就开过刀了，说我是青光眼。老伯伯，你有人托过你，你知道吗？是一个你的兄弟，你有没有一个兄弟过世啊？有，你跟他冤结很深，听得懂吗？啊，你自己要懂得要忏悔啊，明白吗？我每天在念礼佛大忏悔对文，呀，他死的也不是太好啊，他死的也很痛苦啊，明白他吗？生了癌症嘛，痛死。痛死的，所以我讲的话你们都听见了。我每一次开法会都是几千人，大家都听见了。所以我跟你说，人不要去欠别人。老婆婆，你知道上次拖你走，就是车祸，就是他搞的，他还会来把你带走。你不念经，他早就把你带走了。他还弄你很多的腰部，还让你得前列腺，所以你小便不正常，滴滴答答，尿频尿急。我讲的对不对，对呀？有点。你现在一天念几张小房子啊？我一天2-3张。你好好的，每一天念礼佛要念5遍。我现在是每天念5遍。你身上除了他来拉过你一次。你过去，你老婆今天来了吗？来了。蛮好蛮好。你欠了人家一个情缘，知道不知道啊？老实一点的，你老婆应该也知道，但是你老婆应该对你也蛮好的，也不讲你，你老实一点，要还债，听得懂吗？还债听不懂啊？听得懂啊。像挤牙膏一样的。听得懂，听得懂。要改了，改听得了，懂吗？听得懂。有一个人老盯着你呀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自己要当心啊！年轻的时候你真的蛮花的，长得嘛也很漂亮，眼睛看人这么看的。嘿嘿嘿嘿嘿，好好念经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出车祸的时候差一点点啊，命就没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根脊柱啊出问题了，明白了吗？你的颈椎很酸痛啊，你明白了吗？你的右胳膊都不好啊，你的耳朵也不好啊，你自己要当心啊！你的血上不来，所以经常会头晕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跟你讲了，你就要听师傅的话的，好好念经。现在酒还喝吗？不喝了。不能喝了啊，那肝都有问题了。还好你现在蛮听老婆的话的，其实你老婆长得也不难看，
我看从你身上我都能可以看到他的图腾，脸圆圆的，比你脸大一点，心态还是蛮好的，就是喜欢讲你，对不对啊？长那么不是像你年轻时候这么好看，但是随着年纪长大，你现在越来越难看，他修心越来越好看。嗯嗯嗯。哈哈哈哈哈哈。那是台长，我另外我问一下，这个我的小房子念得怎么样？你是几几年的动蛇啊？我是49年的牛。你是49年的冻牛，49年的牛，49年的牛，啊，你是水牛哎，你要多洗澡多喝水，你的水啊只在你脚的这个一半一点点地方，你如果水牛最好上来一点水的话，哎，你就发达了发达了，听得懂吗？你现在只在你膝盖骨，水只在你膝盖骨，说明你经济上还好，但是呢不是太富有，就是这样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啊，台长为什么这么厉害啊？你呢有一点很好，你对爸爸妈妈的还是比较孝顺的，虽然爸爸 妈妈当中有一个你不是太喜欢，但是你总的来讲还是很孝顺的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，好啦，你还有什么问题、啊、另外我问一下我丈母娘。丈母娘。哎。王文来。你丈母娘过世了吗？过世了。2007年过世啊，2017年过世的。叫什么名字？三宝王，王文来。文是文化的文。对。王文。南。东南西北的南。啊、哦、王文南。你给他念小房子了吗？王文南，王文南，王文南，哦，很好哎，哦，很好啊，在御界天喽。哦，谢谢师傅。你丈母娘活着的时候很喜欢你，对，经常塞钱给你。你应该多给他念几张，我现在看到你丈母娘拿到的小房子都是你老婆的，你的很少。我还没有拜师呢。你没有拜师就不能念小房子、啊、我念了念了。你不能还没有拜师你就不能念小房子啦？念了，现在念了。好好的念了。哎，念。你讲好好了没有啊？啊，差不多差不多了，来，好了，来人呐、啊！谢谢，卢俊宏台长。他临走还要叫我一下。让我们再相聚，佛光普照的新加坡，我们热忱欢迎您的到来。